SUV 领域是各个车企的必争之地。随着消费人群的低龄化，中大型 SUV 甚至大型 SUV 自然不是95后的年轻人的首选目标，所以小型 SUV 才是如今的新潮流。全新一代创酷才 SUV 领域是各个车企的必争之地。随着消费人群的低龄化，中大型 SUV 甚至大型 SUV 自然不是95后的年轻人的首选目标，所以小型 SUV 才是如今的新潮流。全新一代创酷采用了雪佛兰最新的家族式设计语言，这源于从 FNR Carry All 概念车中汲取的灵感。发动机舱盖上几道隆起，让整车设计肌肉感十足，看上去十分惊艳。全 LED 光源的大灯组，内部双 L 日间行车灯，最大程度的提升了辨识度。目前 Redline 上红版已经覆盖雪佛兰全系车型，全新一代创酷自然也不例外。红色点缀分别应用在分体式进气格栅、反光镜、轮网和后尾标，在上红套装的加持下。年轻运动的视觉冲击力是必须的，复杂的腰线设计是塑造力量感最好的手法。同样得益于 FNR Carry All 概念车，让车身侧面丰富饱满，又拉长整体视觉效果。人弧矩形的轮眉设计为这辆小车增加了一丝不羁的灵魂。车尾大面积的黑色包围不仅提升了视觉高度，还让整个车尾造型十分丰腴。坐进车内，采用以驾驶员为核心的设计手法，中控触摸屏幕向主驾位倾斜7度，既方便了驾驶员的操作便携性，还不至于太亏待副驾乘客。全新一代创酷配备了一块8英寸悬浮式屏幕，在 MyLink 加智能车载互联系统的加持下，可以实现微信组队和加强版高德地图等功能。中控台以及两侧采用钻石棱格纹的 PVC 内饰面板，使整个车厢的精致感有了明显提升。动力方面，全新一代创酷搭载了两套动力总成，一是 1.0T 发动机，最大功率92千瓦，峰值扭矩180牛米。转向系统让全新一代创酷行驶起来很轻盈。虽然三缸发动机的抖动在所难免，但程度完全在可接受的范围内。全新一代创酷在设计方面有着巨大的转变，让我大吃一惊。运动、个性、时尚的外观设计风格十分明确地将它的受众群体指向了90后甚至更年轻的人群。